好，我少喝，我不喝，我不喝。哎哎，好，哎好。挂了，拜拜。奶奶，我去洗个脸。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听劝呢？怎么了？我接个电话光明磊落，我又没碍着别人，别人也没碍着我。你总得给奶奶留点面子吧。我知道，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奶奶，告诉所有人，给大家一个台阶下。那你应该先跟奶奶说一声啊。反正窗户纸已经捅破了，看怎么办吧。我快把自己给憋死了，真是果乱呢。自强路康萨朱拉作旧民都干木内地之家新宿桥跨越多去江啦去江啦洗个特别去江去江啦去江啦洗个特别去江干木内地之家新宿桥跨越多耶必须得干了啊来柯伦，哎，我终于把你找到了。嗯，我姐夫多吉一直等你回来啊，我在这儿打前站。哎，来来来来来，我今天太高兴了。嗯，柯伦，啊，你告诉我，我是军人的亲属，还是铁路的家属？我的一切都是铁路给的，房子、公司、宾馆都是。兄弟，这是你劳动所得呀！啊，既然你们来了，随便用，就是姑娘不给啊！哎，老板，有人在找你。我不管了，我今天这儿有贵客，来。他说他有急事儿。柯伦，好，我去去就回。好好，那你们好好的玩。好啊，来来来来来，干了啊！来来来，干了！好，干，干，走了啊！吴琼，哎，你早去早回啊！啊，哎呀，柯伦，来，咱们干一个。我奶奶不让我喝酒。柯伦，哎呀，这不就是个青稞酒吗？跟水一样。来来来来来来，干一个。不喝，好。嗯，郭兰，咱们兄弟俩北京一别，你可没跟我说实话呀？啊？哎呀，你就不怕北京动物园的老虎一口把你给吃了啊？你到兰州也没说实话呀？干嘛去了？哎，打住啊！咱说实话。哎呀，你到格尔木上烽火山。你们 C 局是不是也盯着烽火山隧道这个项目啊？这烽火山这个项目也不是你的囊中之物啊！啊，今天晚上在金轮宾馆，有五六个局的人都出现了。喝，喝，喝！哎呀，怎么着，都跟我抢上了啊？我这次来啊，主要是给当年的铁道兵烈士迁坟来了。哎，昆仑，你怎么能拿烈士陵墓当竞争的筹码呢？你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对不起，哥。昆仑大哥，来，来，我错了，我敬你一杯，来，拿白酒啊！哎，来来来来，拿白酒啊！罚，罚！
关山河，你到底算哪头的你啊？我说他呢啊。哎呀，我说彭新龙啊，还没上烽火山呢，你有什么秘密啊？有什么秘密说呀？哥，我还真有点小秘密。那说呀。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俩出去说去啊。走，你们慢慢吃啊。哎，好吃啊，喝着喝着。小天津，小天津，涛，不好了，小天津漏秤了。什么？这人没了。那回到局里怎么交代啊？小天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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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小天津，这是谁呀？嘿嘿嘿，你臭小子，去哪儿了你？找你半天了。你们是念叨我呀，还是念叨我的西瓜呀？太无耻了你！得得得得，看在你们这么惦记我的份上，这瓜我奉献了。哎哎哎！哎呀，好心没好报啊！我呀，这中午饭还没吃。哎，真香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哎，还用手抱西瓜吗？啊！哎呀，别吵别吵了，你赶紧把西瓜拿来。别吵了。老板，小桃，我是大南。哎，我们快到山西了，是把大伙圈起来，还是放羊啊？啊？什么？说清楚点。喂。小头，我是大哥，你真的要出国呀？那我们怎么办呢？喂，出国？喂，喂，快拿来吧！哎，喂，头儿，喂喂喂！哎，没信号了。啊？那是你妈怕我晚上睡不好觉，特意给我安的。大家可能需要一种把声音给唱出来。你甭用眼睛瞪着我。情绪的释放，那我也不例外。我觉得，以前我们都唱那些港台的那些学唱他们的歌，都是比较。这两天啊，我压根儿就没关。就是我们的词曲作者出来这么高昂的歌，唱起来这么过瘾的歌，老百姓喜欢。其实我们也是一个欣赏者，我们也喜欢这些作品。就我一想到丫头啊，你这么着可不成。七年代以后最初的形象，我马上会想到他非常像是一位奶奶。我数过八辈了，我跟昆仑哥没有血缘关系。没有血缘关系，有亲缘关系吧？奶奶，现在这个社会哪还讲这个呀？我只在乎在乎我的人。你这样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倒是挺喜欢评论家对我们有这样的评语。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一代？哎，就说咱陶家大院吧，我要是升天了，这陶信也就完了，是吧？可
可咱这院子里住进了谢家、萧家、何家，浑浑然然陶姓的血脉就融进了三个外姓人家的亲缘关系里了。我敢说，这陶姓的血脉就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奶奶，我只在乎爱我的男人。我想过了，只有昆仑最在乎我、呵护我、最爱我。丫头啊，你越是想把你最爱的人拴在裤腰带上，你越会失去他。不是这样的，奶奶。那男人是什么？那男人是高山，志在高远。女人是什么？女人是大海，平静的时候依靠海岸，激情的时候他就拍打海岸。就是这样，奶奶。那您为什么不答应我们在一起啊？傻丫头，那昆仑是一个翻山越岭、跨天河、修铁路的男人。铁路，铁路，又是铁路，您能不能不说铁路？我不想像我妈那样。所以我说你不行。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女人总要为男人牺牲啊？丫头，你说错了。在这个大院里边，只有山下的人为山上的人牺牲，不分男人和女人，懂吗？我知道了。哎，怎么了？怎么了？姥姥，潇潇怎么了？怎么回事啊？姥姥，怎么不接电话呢？是昆仑的电话。那怎么不叫潇潇接呢？他不会接的。阿金啊，哎，佳佳去学校了，一大早楚燕就把她送到学校去了，听她的院子里吵呢。是啊，这孩子闹着呢。哎呦，你瞧瞧瞧瞧，这是给那懒丫头端的吧？啊，她就这样，我都习惯了。哼，这都是你惯的。行，我送过去啊。你看看，你看，瞧这当妈的，真是。还有你，你们呐，都太惯孩子了。哎。您还说我呢，哟，这怎么着了？是走了。这丫头，她到底是不声不响的走了。妈，
你别着急啊，孩子不是冲您来的，我这就去把他找回来，回来给您。行了，甭找了，让他走吧。他人住在这院里，可心不在这儿。我觉得他住在这儿找不着自个儿的位置，随他吧。不是自个儿的种，想留也留不住啊。要是咱们院里屋檐下的燕窝窝里头生出来的小燕子，飞出去经过了酷暑严寒，它总会飞回来的。相信他。你放心，局长。段局长，卷局长，经过核实 ，C 局发给咱们的邀请函是真的。哎，局长，这招棋高啊！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局要是不上去，还真就不行啊。老段，谢昆仑这个动作是不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应该是吧。我老是觉得有一种机缘上的巧合呀。不过我相信他们这么做绝不是为了纯粹的竞标。而去做的这件事情，是吗？局长，咱们得相信人家。谢昆仑他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让七师、十师的那些先烈们能够尽早尽快的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好，咱们全力支持。局长，就是这个标段啊，目前还有问题。我知道，这不是已经记上了吗？哎，你看这延伸的这部分呢？这部分怎么办？这延伸部分，我想应该……两位局长，你们要是忙的话，我一会儿再过来。让你等会儿不行吗？行，反正我是个闲人。这个部分咱们再研究研究啊。好，马上就要去北京办护照了，闲也闲不多长时间了。正因为你是闲人，派你趟闲差啊。好啊，出国考察就不用了，我马上要去加拿大了。这个要是开什么专业会议，去海南啊，去杭州啊，那我都没问题。那好，你是咱们局的钦差大臣，还是全权代理好？哎，好。不，这千亩一事啊，我去不了。去哪儿啊？去海南逛西湖？啊？让你去格尔木见烈士陵园，你不去？你小子可听好了啊，别让咱们局长给你扣个大帽子。去。去，去，这是30万元的支票，不够就说话啊！好，需要什么人呢？自己去挑去。好，好，好。哎，等会儿，过来。你看啊，这是格尔木，这是纳什台，上了昆仑山就是五道梁了。这里是可可西里。哎，对了，你顺便把咱们清水河的标段再看一下。许秘书，哎，把我那个可行性报告尽快给我打出来啊！好，副局长。我现在哪有责任参与咱们青藏小组的筹备工作呀，师傅？谁说让你参与了？你不是要去格尔木吗？到了那儿，你必然要上烽火山去看看你父亲的陵墓吧？你说你既然上了山，就把咱们投的那个标段去看一下，这可是举手之劳啊！难道说还难为你小子不成啊？一点也不难为。你看你还有别的什么事儿，我一块给你顺便都办了。哼，你小子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就不错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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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局长，这可是一箭双雕啊！老段，你别弄假成真喽。局长啊，你说这些年轻人要是不上去的话，我这心里边真痒痒。我就是想拼一回啊。这个指挥长，这个咱们局里可管不着，这得让医院做决定。啊！哎，局长，肖经理，哎哎哎，肖头，哎，喂，谢昆仑，你小子又跟我玩什么阴谋诡计呢？啊，这是再见烈士陵园，是烈士子弟的光荣，缅怀烈士责无旁贷，继承遗志舍我其谁啊？宗旨简单，任务明确。行行行，别跟我对词了。我要一部车，那个带四轮驱动的啊。喂，到了。你谁呀？啊，昆仑啊，我没时间，我刚从五道梁下来。
实话跟你说，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真的很忙。我现在本人就应该在北京，你知不知道？免开尊口，免开尊口啊！你也知道我们是有纪律的。嗯，我知道你们 CG 是青藏铁路的功臣。嗯，但我作为线路总体，我告诉你，明天上午10点在烈士陵园举办青藏铁路第一期的烈士遗骨迁墓仪式，我希望你这个总设计师能来参加。啊，完了，就这事儿？就这事儿啊。我走了。我明天要到北京。啊，你坐的可是下午1点45分的飞机啊！我告诉你啊，我把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不是，昆仑，到时候我亲自送你去啊！啊，昆仑，你听我说，我那北京的会议很重要的，我必须得参加的。我很忙，啊！哎呀，我跟你说，我还要去武道梁的。武道梁之后，我还要再见。哎，快点，快点。小心啊、来，放这儿啊！哎，你们几个把那个化纤放那儿。哎，好，不错，谢处啊，会场我已经安排下去了，花叫人去买了。好，谢谢啊。哎，这花啊，可都得是鲜花啊。格尔木市啊，鲜花不太好找啊。哎，咱俩可说好的啊，我出钱，你出力啊。哎，好嘞，嘿嘿。孙院长，您看。你把这个核实一下哦，大概看看，从唐古拉山一直到江口，嗯，你看这个呀，哎呀，你看这个，从这一标段到这一标段并为 X 局，嗯，好的，哦 ，X 局这一标段是27公里，嗯，大哥，都把你看完了，哎，这，哎，这路上辛苦吧，哎呀妈呀！你们怎么都来了？哟，谢处长，来来来，把东西拿着。你小子，来来来。哎呦，来、哎、奶奶，慢点。奶奶，孙子，我来。奶奶，哎，孙子，你可真行啊，哎、干了这么大件好事儿、哎、啊，还让宛城来接我们，哎、有你的呀。哎，奶奶。啊，您别。哎，佳媛，我的包呢？在这儿呢，在哪？您别大喘气儿啊，这海拔高。快3000了！哎呦，怎么着？3000米就不让我喘气儿了？就是你怎么说话呢？来，走走了，走了。我敢告诉你，我还准备上昆仑山呢。好好好好，对对对，来，咱走。走走走，这边，哎哎，来这边走。奶奶，这是市委书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哎、这是我姨，你好啊，你好，你好，我姑姑，你好，你好，这俩呢是我的兄弟，哦、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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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这是向前的儿子。哦，首长好，首长你好，你好。你爷爷萧剑飞啊，是这个。你们身体都好吧？都好，都挺好，挺好。我是和两位首长一起过来的。你怎么了，昆仑？昆仑，别让你姑父着急了。你跟我说句实话，找到你何爷爷的尸骨了吗？不，昆仑，姑父，姑父，您听我说，我何爷爷呢？他的尸骨埋在了青藏铁路的枕木底下了。
可在这青藏铁路的烈士陵园，一定会有他的位置啊！会的，你别激动啊，姑父，你别激动啊，姑父。奶奶，花开，格桑花开，静静开满山南坡。起来，姑父，真心起来。格桑花开，还格桑花。孩子们，你们的心愿总算是了了。诉说，老何，我们看你来了。何文博这个名字牵动着多少人的心，何高原站在这里，他更明白了，只有修通青藏铁路，才算是了却爷爷，了却所有为之奋斗牺牲者的宿命。请所有来宾向青藏铁路建设的先烈们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下面有请格尔木市委书记为青藏铁路建设的烈士们的千亩讲话。同志们，在我们青藏高原有一条公路，还有一段从西宁到格尔木的铁路，它是我们的英烈们用鲜血和身体铸成的，它带给我们青藏人民走向富足的希望，它是一条西藏与祖国紧密相连的通道，使青藏有了和平安康的保障。我们的英烈们离去了，可是青藏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铭刻着他们，他们在人们的心里有着抹不去的辉煌，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不灭。青藏铁路二期即将修建，这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将踏着他们的足迹，把他们英勇献身的精神继承下来了。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可以欣慰地告诉英烈们，安息吧。来来来，大家多吃点菜啊，来。是谁说的？你们跟我说是谁说的？谁说的我孙子一嫩陵墓是为了想多要工程，我非得跟他掰扯掰扯不可。嗯，奶奶说的对，来，我敬你一杯。什么玩意儿啊？是米汤。不喝。别骗老太太了，这是青稞酒。啊？哎，这……嗯。你爸以前啊从高原回来，天天在家里念叨这青稞酒。孙子啊，哎，奶奶我喝了。好。
不能喝，这酒后劲大着呢。去。妈，你可……好好。奶奶，没事吧？这杯酒啊，我可是替你爸爸喝的。妈，妈啊，你看这个，咱这饭也吃的差不多了，酒也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就散了吧。啊，谁说散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们说说，我这孙子，就算是他为了想多要点工程，多要点活干，啊，他有什么错呀？啊？这话题绕来绕去啊，又绕回来了。哎呦，原来我奶奶没醉啊。谁说我醉了啊？我才不会醉呢。来，你过来。你都要走了，你也不跟我说清楚啊？说什么说清楚啊？哎，你口口声声说把全院的人都带来了，全了吗？全了呀，少了谁呀？潇潇呢？啊，潇潇啊，潇潇那个不是咱院人，搬出大院了。怎么回事？那我哪知道？你是他哥，你不知道啊？我是他哥，潇潇是现代女性，她想什么谁知道啊？再说了，不是有人号称要跟潇潇谈恋爱吗？嗯，你谈恋爱人都不知道在哪儿，你谈什么恋爱呀？走了。慢慢找去吧。奶奶，好看吗？哎，好看，好看。哎呦，我一起来啊，我跟你说，都以为是做梦。做梦的时候看见过这么好的房子，没想到藏族的房子呀，啊，真好看。啊，奶奶，啊，您听我说啊，啊，这，啊，说吧。我喜欢小妹。什么？我喜欢小妹。别那么大声。我听得见，我查过八辈了，你们没有血缘关系。奶奶，您同意我们俩的事儿了？谁说的？没那么简单。哎呦，奶奶，您看我啊，整天忙着业务，钻大山啊，但是我认识的女孩也不少了，可是像她这样真心实意痴爱我的。只有潇潇啊，奶奶，您替我说呀，我年龄也不小了。哎呀，知道你不小了，吼什么呀？你们两个人呢？哎，哎，一个呢是我只爱那个在乎我的人，嗯，另外一个呢是我只要那个痴心爱我的人，嗯，好，真好。奶奶，这话听起来不像是从您嘴里说出来的。那你可是小瞧老太太我了。哎，奶奶，奶奶，我说奶奶，您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啊？孙子，潇潇是个人精，他是吃麦当劳喝矿泉水长大的孩子，真是不一样。他现在心里啊，正烦着你呢。不，奶奶，您不了解他。了解，奶奶了解。那孩子他爱的是哥哥，没把你当爱人。
他爱上了一个男人，可是他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修铁路的男人。他现在只停留在受人呵护的地界，还没有想到嫁一个修铁路的男人那得奉献。奶奶这辈儿，你太爷没给我缠白布裹小脚，那就算解放了，开明了。到了你父亲那代人，有贼心没贼胆儿，能想想就觉着自个儿不错了。你们好，不想，光做。哼，你呀，你就光着脚弯腰推独轮车，不想后辙，傻。再耐心等等，等我再来的时候，一定是铁路通车的时候。走吧，妈，这儿有人照顾他。儿子，你是不是应该谢谢你谢叔叔？我觉得没必要。他毕竟在山上又待了这么多年。我认为他在这待得越久，心里越舒服一些。另外，我的工作跟他不搭界。走吧，妈。你不走，我先走了。下山的时候小心点。送你下山吧。不用，我想看看观测站，想看看你们每天睡觉吃饭的地方，还想看看那个实验田，应该叫动土路基实验段，反正都想看。我知道你想看看向前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算是吧。来，谢老来了。谢老，你们俩在啊？这是我们留守人员。你们好啊。你好，你好。好。原来呢，这儿有一个床啊，我们
不用你收拾，不用你收拾。嗯，这被子拿出去晾晾 啊。行行行，知道知道知道。哎，这味儿太大了。哎，他们已经习惯了。不，段副局让咱看不动全标段的吗？这么大，嗯，就是这儿啊。是啊，这个地方离那个格尔木200多公里，如果能把可可西里标段拿下来，指挥部就建在这儿。走吧，这嘎呀，你没听说过上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吗？早知道要受这份罪，还不如去拿烽火山隧道呢。你们昨天晚上都说绝对没问题，今天怎么了？各村有不少的高招啊。那跟他们比什么？啊，比耐力，比勇气。嗯，比比看谁能够站到更全方位的高度。咱们也不是筹备小组的，说这干嘛呀？咱就把这个看到的回去跟他们学一遍。可不是，走啊，走。